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中青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11月26号，旧历的10月12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好比镇中心路二段85巷道路路面坎坎坷坷，真危险。管理员林宗翰向管府申请经费，替道路重新铺设点仔架。过年进前参会特别多，何必经分局为着防止着啉烧酒开车，特别来到餐宴会场进行宣导活动。林业资源公司展开中心募林的计划，邀请着社区白恩豪甲义工做伙来动土，过来赠送慰问金甲民生物资予弱势乡亲。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道路安全问题，河北镇中心路二段85巷，我这个国道一号徛家真多，是当地乡亲主要的进出便道。不过这几十年来哦，点啊家路面哦拢无相关单位来修缮，破破烂烂，影响到行车安全。关于园林总汉就知影了后，是这个向县政府来申请经费进行道路修缮工程。河尾中心路二段85巷，就伫国道一号下骹，当地有真侪徛家，亲像一个小社区。但是这条路主要拢是在伫这个地区的乡亲咧使用，成为三不管地带，拢无人愿意来整理修缮道路。这中心路吼，二段这吼小巷啊吼，几落条吼，拢是安尼坎坎坷坷，啊嘛一定10-20年吼，拢无过重新来迄落重铺迄落 AC。啊，咱即个真感谢咱议员吼，向咱县政府来争取吼，遮侪钱来帮咱铺设遮个道路，啊，互遮个人咧徛好倒摆，啊，来驶车拢真安全，嘛袂有迄落雨水佮扑人身躯的现象。啊，咱真感谢咱林宗翰议员等到三工。即处吼，咱这中心路二段85巷吼，一级85巷窄弄吼，因为吼，这20-30年吼，路面拢无整修过。因即处吼，中安吼，用管路来争取，以及黄义奇代表吼，来建议之下，咱来甲做一个 AC 重铺吼，来甲改善，互咱遮吼附近出入的百姓民众吼，有一个舒适安全的道路吼，会通行。20多年无空啊，就来讲空空，舒适舒适啊，对。当地民众指出，伫遮待了10多年，总算等到有人愿意来控这条路，重新铺设平坦的道路，让因行了加外安心呢。管理员林宗翰表示，安全舒适的道路是地方最基本的建设，因此这次向管府争取70多万的经费，来保障当地乡亲的行车安全。台中华新闻叶芳瑜何必彩虹报道。那过来过年进前参会特别多，就惊乡亲趁着食买粿、甲食补的时阵，啉烧酒开车。何必建分局是特别多往着参宴会场进行酒后卖开车的宣导活动。出版年终是各大行业举办买粿，或者是当年进补的时期，也是酒驾的高峰期。何必警察分局特别加强酒驾防治宣导工作，整个宴会现场呼吁乡亲啉酒千万唔通开车。因为民众在立冬以后，有补冬的习惯，像喝这个姜母鸭、羊肉炉，那个都是有酒精的成分。那接下来就是尾牙，还有春节，那民众餐叙的时间很多，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勿酒后驾车。那也在此提醒。你吃的有酒精含量的食物，你就不要酒后驾车。另外，在这边也特别提醒，除了不酒后驾车以外，那开车也不闯红灯、不超速，以为大众行车的安全。根据经验呢，每年的11月到1年的3月，就是酒后驾车的高峰期。
那我们也会在这一段期间加强来九号驾车的取缔。你股民哦，有提高罚款哦，哦，原地哦，汽车，容易罚款为30000起跳，汽车容易有淡薄起跳。除了加强山道以外，分局也加强酒驾处理工作，再次呼吁社会大众开车就莫饮酒。如果饮酒，请多多利用指定驾驶或者是由亲友接送等方式，快乐出门，平安回去厝的。大中华新闻叶凤梧何必彩虹报道。继续把镜头转来看，这个彰化市太和敬友站25号暗时举行着谢新林站长告捷典礼，活动现场林调柯子珠热烈滚滚，谢林的站长林金国嘛伫咧现场乡亲的见证之下，正式将担当传承予新林的站长林义顺。新林站长嘛表示，会来秉持着太和敬友站的服务精神，成为环境上界强大的后盾。彰化市太和敬友站25号暗时举办谢新林站长告捷典礼，伫彰化警分局长罗祖强甲彰化敬友办事处主任吴金秋的监督之下，由谢林的林警国站长将应信传予新林的站长林义顺。接任这个警友站太和警友站站长，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社会治安更进一步的加强，让我们现在的社会治安以及校园生活更为安定稳定，让我们的警察同仁有一些更强的助力，让他们能够把治安维护得更好，让他们的眷属无后顾之忧。我会把握住这次任期4年内的责任，好好的把自己的责任做好，能够推动让我们警察在治安上面能够作为他们的一个强力的后盾。林义顺虽然有幸在中社会公益服务，在国际同济会、西主会、胡伦社等社团也拢真活跃。高脚凳的现场来了真侪重量级的贵宾，到阵共享盛举。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那个警友站哦，对派出所的支持，在警政工作的推行哦，这是很大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哦。那我们新的卸任的那个林景国林站长，他在派出所哦，警政工作哦，同仁的那个执勤的装备啊，听测的改善修缮部分哦，都非常的大力的支持啊，对我们非常友善，我们非常感谢他。他今天要卸任了哦，我们今天办一个交接的典礼哦，来感谢他的付出。那新任的站长哦，我们也互动的不错啊，他会继续秉持的卸任站长的一个理念啊，继续来给我们的一个支持。林义顺站长表示，一旦连太和警友站副站长已经10几年时间，在前辈带领之下还是成长，也秉持着太和警友站一贯的服务精神，成为环境强大的后盾。台中华新闻叶凤梧何必彩虹报道。真正是够厉害！鹿港镇鹿鼎国小直笛团伫咧100学年度学生音乐比赛摕到3冠军，稍等下来欣赏因的音乐表演。大家好，我是张銮英医师。国内疫情趋缓，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如果有下列情形，就需入住防疫旅馆：一、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病患者；二、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如果与家人同住，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可以选择在援助所进行居家检疫，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申报不实者最高可罚15万元。短期尚无来台者，请一律入住防疫旅馆。最后，请民众配合政策，守住防疫阵线，共同维护大家健康。得心用心，始终如一。22年耕耘轨迹，从7期层峰豪宅到10华精英豪宅，作品遍布台中、彰化、新竹地区。德兴建设机构精筑彰化第一豪宅德兴世纪官邸，
40到50坪，0472898888。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10月13。根据交通署的记载，明仔在围攻在东南方，何时是早起9点到11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帮助关怀被恩好家庭哦，画面当中这段话，即义工伫咧人力资源公司的安排之下，是甲安水泰祖祖先公爹回来合作，摕着证书啊，替被恩好的乡亲来夹头毛，过来赠送慰问金加民生物资给因。人力资源公司结合慈善会，伫外籍义工的宿舍举办联欢活动，特别邀请邻近社区的病人户做伙来。本身就美容美发专长的外籍义工，也佫免费来替社区民众夹头毛、整理仪容。以前我有谁啊？然后我去当兵两年，我帮他们剪两年了。来台湾工作就会剪，对啊，有机会就帮他们剪啊。对啊，全部我帮他们剪了。都会帮自己的同胞剪吗？没有啊，是帮忙的。想问啦，会跟着一起工作吗？有帮宿舍的同胞剪。人力资源公司表示，五年前开始启动义工敦亲睦邻计划，在北中南各地都有义工主动自发加入，利用休困时间协助社区环境维护，融入社区，还自己社会的心情来营造这个社区福利，造福乡民，也是让移工有这台湾有这个参与感，那我们台湾的爱心传播回他们当地国家。因为我看很多移工啊，就是移工他们本身会比如说剪头发，他都会帮这些社区的长辈剪头发，对对对，以他们的专长来跟我们社区任的资源公司强调，义工来台湾做工已经真辛苦，伊嘛想要好好甲咱台湾人斗阵，融入社区，才予因机会。义工会是咱真好的朋友。大专新闻张向大川采访报道。来看第一名的国小，罗岗镇罗定国小直笛团参加109学年度学生音乐比赛，摕到直笛合奏第一名、重奏第一名、独奏第一名、三冠王的荣誉，加上连续八冬的冠军。消息传回来，学校全校师生拢真欢喜，感觉辛苦练习有价值。学生随着老师的指挥，唔呐动作真精致，演奏出来音乐也真动听。连续八年参加中华关音乐比赛，摕到冠军。这届伫咧直笛合奏、中奏、独奏，拢阁是第一名。学生听懵听，唔过有努力，也是有回报的。集训啊，然后老师也会就是疯狂的练习。我花我们六日的时间，然后连午休中午我们也不能睡觉，我们要练习，所以这次拿第一名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练习的话，这样子成果是永远都不会有的。很紧张，然后就上台吹完之后下台，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吹好，然后就哭了，但是就是有进复赛然后就很开心。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觉得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也没有吹好，但没想到就自己第一名，所以就很开心，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在家里练的都没有白费。这些成绩都是要感谢所有的老师跟主任们，每天早休、中午以及集训的时候拨空自己的家庭时间，然后来帮我们练习，然后很努力的帮我们练习，然后
他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然后这次的成绩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目的是六顶国小的特色，也是学校发展的重点之一。学生每一届比赛都会当取得很好的成绩，也让大家看到六顶青金音乐教育的成就。喜欢音乐而吹音乐，啊，吹出是音乐，那我觉得最难。哦，有个伴奏是博士，他欣赏我们学生，竟然那么自然的表现音乐。你看他动作都他们自己由内心而发展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是最难，也是我们教音乐最感到自豪的。学生会无形的表现出音乐，在生活里面就表现出一个没有音乐班的音乐特色学校。那这一次洛金国小参加彰化县的音乐比赛，获得了独奏、重奏以及直笛合奏的三个冠军，就是三冠王。尤其是我们的直笛合奏的部分，已经连续八年获得了彰化县的总冠军。那主任跟老师们都说这是一个八连霸哦。那消息传来的时候，全校的师生都非常的高兴。那这些孩子真的非常认真，他们寒暑假就上了50几堂课，那平常是利用早中晚课余的时间去练习这些的直笛。那他们彼此之间都会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哦，来把自己的直笛能够增长。那非常感谢张和吉主任以及陈佩瑜老师哦，他在音乐在直笛这个区块在洛金经营了十几年，才有这么好的成果。学生跟老师拢真有向心力，比赛目标就是要摕冠军。看到学生演奏音乐时阵的心情，就知影。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彩虹报道。八担任五届议员以及一任秀水乡长的牛金雄发表新册《乡野奇葩》，伊是甲这30年来从政之路，用多文欣赏的角度表达出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伫咧发表会现场，贵宾分析，因为陈秀宝、陈素月、复兴乡长张恩典、保新乡长张晨瑜、官员赖清美、李成泽等贵宾事先拢前往祝贺，希望哦透过这本册，予后一代珍惜着民主自由的。可贵现场客家默默啊，未少姊妹前来捧场，要听牛金雄讲伊对民主自由的坚持，甲一路从政之路的历程。新书发表会吼，就是我从政啊，这30几年来吼，啊，甲民主运动超40年，啊，一个缩影啦。对台湾吼，民主运动甲台湾的这经济进步哦，这缩影哦，啊，所以吼。这里底吼，也对我细汉困苦的时阵，甲做生意吼，赚钱的时阵吼，啊关心社会，啊从事民主运动，啊做甲这议会啦吼，啊是我感想，啊写一本册里底，啊这吼今仔日的新书发表会吼，啊感谢真侪在遮久的这好朋友，哦啊在支持者来遮捧场吼，啊表示感谢我以感恩的心情的。来感谢咱所有的这乡亲吼，啊，咱对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进步，有今仔日吼，而且去正经吼，啊，大家拢感觉是真欢喜。在秀水乡长牛金雄退休了后，邀请杜庆成替伊出书，用相片甲文字，让少年人了解民主并不是按天顶落落来，应该珍惜前辈争取来结果。对我足感慨，足感谢。所以讲有遮尔好诶时段来甲阮哦，再做实事，再参加，真正是阮诶福气啦。啊，今仔日吼，即本诶新书发表吼，真正无容易。吼，除了讲伊回忆过去点点滴，自细汉囡仔到即阵吼，当然讲一直都行来，伊所有经验嘛拢伫内底咧传承，一点仔拢无欠步。伊安怎去拍拼，安怎去奋斗，啊是讲拄着啥物困难，拢伫即内底。所以讲吼，真值得讲咱吼，不管是在场各位吼，啊是讲是即首宝家己本身，啊是咱的时势，拢真值得来甲推荐一本真好真好的这篇作品。希望讲大家伫即内底哦所得到的，毋是干呐讲照你头面，内底所得到心得，内底所得到咱遮吼，所有拢是会当借着真好的经验。中华关民进党大佬牛金雄，伫民进党创党了后，就披上战袍参选。这本册，但看到伊按做心理告白政治，为台湾民主奋斗过程，伊是一个典范，值得大家学习。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
29号这个礼拜日，中华火车站头前广场要来举行着点灯加百人合唱的圣诞节活动。广告了后，马上回来。要打去654打。有线电视 ，video 啊 ，YouTube。只要一台 A1 Box 有线电视、网络影音，通通都能看。A1 Box 搭载 Android TV， 开放平台应用无限大。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OK Google， 播放新闻。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音量调高。帮我找爱情幼儿园。OK Google。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搜寻狮子王。智慧声控大小事，就从看电视开始。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 马上带回家。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OK Google。活动消息了，来看到救国团、彰化市团委会以及彰化县国际男性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艺术团爱幸福义卖，在1月28号，讲要伫咧彰化艺术馆的头前闹热举行。义卖所得50%，拢会捐予临安基金会，作为年底独居老人韩书慰劳院的经费。另外的50%会捐予县府社会处，全款作为急难救助金。五花十色的物品，拢是28号这个礼拜六，要伫彰化艺术馆头前的广场来义卖爱心物资。连续17年举办的爱心义卖跳蚤市场，今年真特别，找来真侪间爱心企业加艺术家共享盛举。在这个礼拜六吼，那由救国团呢，以及我们蓝心交流协会呢，一起来合办这个爱心义卖的活动。那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年已经迈入17年。那在这个活动里面，要感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个礼拜六的这个爱心义卖活动呢，我们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结合非常多的爱心企业，他们来赞助他们每个公司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主办单位指出，爱心义卖主要是要来落实爱物、惜物、知福、惜福的观念。除了有实用的物品甲艺术品以外，佫真侪好食美食，卖出现伫义卖现场。募集了非常多的全新物资，这是跟往年不一样的。往年我们的那个主题是在二手物资洗衣服的部分，那今年因为他募到不少爱心厂商的全新物资，所以我们今年的物资是非常的新。然后我们还有加码在美食区方面，我们这一次只要你购买在二手物资方面的话，满200，我们有加码。肉圆，彰化镇老牌香菇肉圆100颗。管理员温之化强调，爱心厂商甲艺术家拢捐赠上好的商品，用比市价更加低的价格来卖，要让大家会当欢喜选购，搁会当做公益。大众新闻张向彰化采访报道。来看到由音乐和社会福利协会主办的2020爱伫咧彰化圣诞欢乐嘉年华系列活动，27号甲29号分别要来举行着圣诞晚游会甲点灯彩节活动。启动2020爱伫彰化圣诞嘉年华系列活动，由烟火教会金陵协会长辈拍太鼓来暖场。在这个启动仪式当中，还来分享会计大餐。主办单位彰化烟火教会的牧师指出，每年以感恩加欢喜的心来进行圣诞点灯。今年在彰化火车头的点灯，还有百人合唱做伙来启动今年圣诞系列活动。我想跟咱今仔日伫这咧庆祝感恩节的庆火机，唔通袂记得咱台湾这个先祖。因伫台湾这块土地嘛，伫遐真辛苦的背景下面，咱才来开垦，予台湾成做一个美丽的都市，对不对？
特别伫彰化这个所在。馆长王惠美也讲，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有真侪活动拢来取消。不过，咱台湾已经足幸福了，特别是伫圣诞节之前，会当透过这一系列活动传达感恩的心。咱是足幸福，咱是啊，真安全的。那在这边，我想除了感恩我们这个主的一个这个恩典之外，还要谢谢我们在第一线所有的医护人员、警消人员、工作人员，那普华祥国感恩谢谢几位了哈。那我想这一年下来，大家应该有很多想要感恩的啊，很多的这个感情。我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啊 party 哦，来让大家能够尽情的来挥洒哈。主办单位指出，29号礼拜日暗时点灯启动了后，12月27号在馆会广场举办圣诞月上尾上精彩活动，也就是第二年举办的圣诞晚游会，将邀请六十家庭做回来参与。大众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57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1.2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40，中价25.4，下价17.5；高丽菜上价24.7，中价16.7，下价10.0。卡玛多上价69.9，中价49.4，下价36.2；鸡鸭上价53.4，中价37，下价20.1。花菜上价31.2，中价26.5，下价21.9；面条上价101，中价101.3，下价87.7。包心饼上价19.6，中价15.0，下价10.0。葱头上价25，中价16.7，下价13.4。菜头上价14.7，中价10.9，下价7.3。白菜上价40，中价27.1，下价17.5。苦瓜上价86.4，中价64.3，下价47.1。冬瓜上价17，中价14.1，下价6.4。来关心空气品质，风速偏弱，酷暑条件较歹，污染物较会来累积。中部加云加南地区哦，空气品质讲是普通的等级。咱彰化地区天气同款是一云好天的稳定天气哦。日时哦，气温回升，温度来到20度至28度，日夜温差真大。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长虹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
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